实验的不是蒸汽的样子。嗯，这家是纯干，它生了一年多没喂猪，要是今年新鲜的行情好，那逐渐也开始先喂猪。今天去焦作带了七十多头，品种很好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这是个金鱼跑焦作带着猪，这猪体重上各方面都还不错。咱这品种呢，这都是一流品种。嗯，这是看着木质带，这是搁那帮装好，这是钢大啊，现在钢大家卸猪，逐渐的都消毒消好几次，逐渐听人家鸟喂。哟，喂这，不去，不要喂这，卖，不买，你喂牧羊犬，喂藏獒了，藏獒这一般这东西不认亲，好。嗯，这猪肉现在猪肉价钱这几天也涨不少，今天带的猪肉的话就750有，拉回来的话760。嗯，像这些猪肉没带着高腿长身的猪，喂出来挺有漂亮，属于一流货，这体重还不小的大人。这都是要精心观养，它这喂猪肉它这通细心的，一般它这在养殖这中间的环节各方面它把持通严的。这他细心，这都猪肉买回来的都行。